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最近好吗？我是阿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集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恐怖的牌组。我昨天开直播实测这套牌组，胜率居然高达80几%。这么 OP 的牌组，依照惯例，我们就是要来详细介绍一下哦。但是这一次不会一一单卡的介绍，因为我相信大家对单卡的熟悉程度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，所以我们这次强调起手流牌的部分。首先是最近常在 rank 出现的艾诺烧，艾诺烧我把它分类为一个快攻。那遇到快攻的时候呢，就经常去抓伊利丝、二趣味，还有这个倾巢而出这几张单卡，在防快上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。那打艾诺烧的时候呢，尽量想办法让你的伊利丝去升级。只要伊利丝成功的升级了，那基本上这一场对局赢的几率大概就有 90% 这么高。因为接下来你可以靠伊利丝把他所有隐秘的单位全部抓出来打。那再来还有另外一张防快神卡，就是光辉守护者。基本上遇到快攻，把光辉守护者的吸血跟坚忍做出来之后，这一场对局也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赢了。再来另外一套好运珠偷牌系列，现在 rank 上也是蛮常见的。那遇到他们要怎么留牌呢？遇到好运珠起手留牌也是留一些伊利丝啊、二趣味啊，倾巢而出一样，然后尽量也去抓一些小费的单位。那如果起手有抓到法术牌，除了二趣味，其他都换掉，尽量把场面铺起来，然后让对手呢没办法很轻易的去触发洗劫效果。好运珠我把它分类为成中速的一个牌组，所以呢只要做出光辉守护者，这一局的对决胜率就会蛮高的。那在对局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对手可能会偷到你的不屈灵魂哦，所以呢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扣着你的束缚哦，不要轻易的就缴掉，去专门针对他，如果偷到不屈灵魂下去抓他。好，下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慢速的牌组。那遇到慢速的牌组呢，那就尽量去抓拉克斯跟不屈灵魂。那通常你只要这两张抽到，然后有成功套在拉克斯身上，对到一些慢速的牌组胜率也是非常高。好，最后呢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套牌的打牌思路。这一套牌呢算是一套慢速的牌组，可是那为什么要塞伊利丝？伊利丝在这套牌组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防快的动作，很难靠伊利丝去获得胜利，通常都是会打到蛮后面的。所以呢既然我们是一套慢速的牌组，那尽量把一些法术就是不要太急着交掉。例如说除非对手有非常棘手，就是场上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一局可能会直接输掉的情况下，你再主动的去解那个单位。不然呢我们都是以就是逼对手来解我们的单位，然后我们再去扣这些法术做一个反打的动作。最后我再说一次，反打真的很重要，不要轻易的主动去解对手的牌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或是对手已经没有水晶的时候，没有手牌没有手段的时候。好，大致上就介绍到这边。那如果你对这副牌组或对什么单卡使用时机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马上回复你。接下来我挑了一个精彩的实战对决影片来讲解，那有兴趣的朋友要继续看下去哦。好，我们对上是 T1 的好运珠。好，我们这把起手牌抓得不错，所以我们就留伊利丝、二趣味跟倾巢而出，这边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这时候进了一张不死之握，刚好拿来抓他的好运解。接下来我们进了一张不屈灵魂，也还不错，这样对手要偷到我们不屈灵魂的几率就会相对的比较低。如果对手偷到不屈灵魂，我们这局会比较难打。那对手的起手也是还不错，
在他第一回合进攻的时候就可以打出一个残勾，然后对我们的台面是造成了两滴的伤害，也成功的解到了一次斯瓦尼的任务。那第二回合我们下伊利斯去做一个进攻没有什么问题，对手台面也没有三攻的生物能够来阻挡伊利斯。那对手在这时候也下了一个受雇枪手，我们的伊利斯被套上弱势，基本上已经是判定了死刑了。对手是用了残钩去挡我们的小蜘蛛，对手进牌进得不错，而且处理也不错。对手这时候拉了我们的伊利斯，想要用残钩去做一个打脸的动作，那这边用二趣味去点掉他的残钩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在遇到偷牌系列的牌组，要尽量防止对手用单位去摸我们的脸，轻易的触发洗劫的效果。这时候对手下了一个枪林弹雨，把我们台面都解完了，然后也是成功的打到了主堡，解了死亡的任务。在这边呢，我最后是选择略过，想要看对手会怎么样的去出牌。对手在这一回合是下了岛屿领航员，大大的增强台面的优势，所以我们这边赶快补下一个倾巢而出，去补一下台面。然后我们这边不要选择进攻，因为我们要打一个防守的姿态，因为对手是一个偏快的阵容，所以我们尽量把牌局往后拖。这时候对手拉出一个法术枪林弹雨，哇，直接打在我们三只蜘蛛上面啊，哇，让我们的台面是直接被清光，那现在会变得非常弱势。哇，对手这时候直接 say 了个 hello， 掩藏不住心中的喜悦，来一个嘲讽。在这边我们只能先下一个猎魔煽动者，看可不可以让对方放弃进攻的欲望，因为他这时候进攻会蛮亏的哦。这时候又下了一个受雇枪手，哇，那现在情况变得非常的不妙，他只要用一个垃圾单位去把我们抓走，然后其他全部打脸。我们现在主堡只剩下13滴，这时候对手还能再补上一只黑市商人，抽了一张牌，妈的，对手的牌也太顺了吧。那在这一回合我们只能下拉克斯上去铺场，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哇，对手又下了一个我们的猎魔煽动者，这时候我们用拉克斯进攻，看能不能换掉对手场上的一个单位，结果对手不笨，他并没有用任何一个单位上来挡。哇，这时候对手直接一个 all in，这边我们用拉克斯去挡了他的岛屿领航员，然后这边大家注意一下，无敌不用直接套，我们一定要看能不能够骗到对手的一张牌，用拉克斯青春的霸体应该是蛮吸引对手的。哦，对手这时候帮领航员套了北境，钓到咯。这时候我们赶快再把我们的拉克斯套上一个无敌，还想硬上我们的拉克斯啊 ？OK， 在这边我们的拉克斯是成功的升级，并且拿到了一个终极闪光，但是对手还有六费哦。哦，这边是选择了直接进攻，那我们的主堡只剩下八滴血，非常的危险。而且场上只剩下一张拉克斯，然后这时候我们用终极闪光喷掉他的黑市商人。这边我是打出了一个失误，我应该是要去解决他的领航员，因为我已经完全忘记他六费还可以再下一个柑橘快递星做一个备战。哇，那我现在的情况是真的变得非常的不妙，主堡只剩下一滴血，
他一个警告射击就可以把我送下去了。然后我们这时候进一张拉克斯对战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。哦，我当时候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先用拉克斯先撞，然后让对手先做出击杀的动作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反打。最后我是受不了这一滴血的恐惧，所以我先用恶趣味去吸血。毕竟我们手上也还有另外一张不死之握，可以进行补血的动作。然后对手在这里考虑的蛮久的，然后打出一张牌，枪林弹雨。哇哦！那我们这时候肯定是要用一张不死之握再去吸一个血，来躲过这一次的致命伤害。哦，这时候我还想选择用不死之握去吸拉克斯，因为拉克斯比较香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因为如果吸自己的单位，对手可能比较难解。但是后来想到，因为他已经套上不屈，是无法被造成伤害，也没办法补血，所以我只好吸对手的受雇枪手。哇，这时候对手打出了史瓦尼，这回合不是他进攻的回合，我觉得这边对手是不是有一点急了？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手最后一张剩什么牌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评论。最后我们是用终极闪光去喷对手的四五，然后看下一回合可不可以用小蜘蛛去把他击杀。那现在到对手的回合，我们的珠宝只剩下四滴血，他直接拉了一波进攻。史瓦尼应该是要放在第一个吧？不知道对手有没有注意到？有，他注意到了。那这时候我们用拉克斯去挡史瓦尼，让蜘蛛去吃四一，这边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这边没有直接做复仇，击杀掉对手十万里，是看对手会不会套一个北境在十万里身上。结果最后呢，他是没有北境。那因为对手水晶还非常多，所以我选择略过这一回合，看对手想要做些什么。那他现在是选择做了一个偷牌的动作，到底偷到了什么？缅怀先烈，希望他不要召唤出光辉守护者。那这样我可能还是会变得非常难打。这时候对手召唤出巨角兽拍挡，还好不是光辉守护者哦。那这时候对手只剩下两个水晶，我们这时候下一个击杀，这边没有什么问题。OK， 对手是没有任何防范的手段，我们是成功的击杀了史瓦尼。那这边呢，其实用击杀去击杀掉他的巨兽拍挡，然后再用终极闪光去喷掉史瓦尼会比较好。我当时会选择击杀史瓦尼，是因为我觉得场面上对我最有威胁就只有史瓦尼，那我怕他有什么手段可以让他保下来。那在事后想一想呢，他是应该是完全没有手段了，所以刚复仇是用在巨兽拍挡上会比较好。这时候对手下了一个恶趣味，那他刚偷的两张牌，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就是一张恶趣味跟一个缅怀先烈，所以他没有抽到我们的无敌。然后当时我在这边呢，是有考虑到要不要直接用单挑去单掉他的巨兽拍挡，然后让他的恶趣味失效。最后我考虑了蛮久的，最后还是想说留着单挑去盯他的史瓦尼，毕竟他手上还有两张牌，而且水晶还非常的多。在这边我们直接拉了一波进攻，看他会不会用巨兽拍挡来换掉我们的六四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套一个无敌。
这样对手就会非常的亏。那他是没有选择，他是用小蜘蛛来挡这一波，然后保住了他的巨兽拍挡。那考虑到对手还有很多的水晶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回合也是直接结束了，没有去做套无敌的一个动作。其实，在另外一个方面，我还要考虑到，因为套了无敌之后，如果进了光辉守护者，我们就很难去做这个光辉守护者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套。那对手这时候下了一个433，拿了个警告射击，并没有触发效忠。那我们一样选择略过了这一个回合，看对手究竟会怎么样来打这个残局。哇哦，对手这边直接下一个略过。那这样不知道他到底手上到底是捏了什么牌。那对手会直接略过他进攻的回合，我们就可以判定到他的手牌应该非常的卡，就是没有任何可以击杀我们的手段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我就直接果断的套了一个无敌，然后做一个进攻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对手下来一个警告射击加鲨鱼，但是对局面是完全没有什么帮助。对手应该是已经意识到我们想要在这一回合把他斩杀哦，所以他这边赶快下了一个鳄鱼上来铺场。那我们用单挑单掉他的鲨鱼，这边也没什么问题。待会再用单挑单掉他的巨兽拍挡。哇，这时候对手还又下了一个黑市商人，抽了一张牌，但是我们这边已经果断的要做一波进攻了。那由于对手这时候又补了一个黑市商人，那就算我们单下去也是没办法在这回合击杀他，所以我们直接先用场上生物拉了一波进攻，那看对手会做什么样的处理。好，对手没有办法解，是用了两只生物上去挡。那现在对手只剩两张牌，台面也没有任何的生物了。这时候还进了一张复仇，不错哦。OK， 对手投降了。那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用拉克斯去钓了他一张北境，请存的霸退果然比较好钓。那如果他那时候呢是把北境拿来对我的珠宝造成伤害的话，那我这一把已经输了。那这边就大家都可以看到说，去钓别人的牌是多么的重要，会直接影响 一场的胜负哦。OK， 这集就到这边，希望这一集的讲解会对你们有帮助。喜欢我的朋友，不妨帮我点个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最新的通知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炮，我们下集再见。